是的，请跳过去，谢谢。跳，上去，顶上去。我真不敢相信，我在这里居然花了五分钟的时间，就因为刚刚按错，他往下跳，受不了。好了，跳下来，非常好。我们来到这个很低能的地方，我们看一下这到底是能干嘛。基本上呢，应该又跟之前差不多了。哇，他会把它顶起来，他自己把它顶起来了，就那种狗笼的概念。然后这里是没路可走啦。好，我们走这边。我来了，哎，乖狗狗，看一下这里要干嘛。嗯，拉这个是吧？很好，这么低的你居然不抓，要走楼梯啊，很会很会。干嘛啦？你是吃了泻药是吧？知道怎么抓？抓他，他应该会抓，叫他抓。抓！好，成功拉到了。我现在想尽办法，就是要跳对面那个啊，该死的这个台阶。从哪边跳会比较安全呢？答案是跳这里比较安全。我跳，终于过来这个鬼地方了，太好了！终于可以把它拉下来了。谢主隆恩！我开了什么东西？点火了！点火一何在？我就不懂了，为什么要点火？他看到火就兴奋了，这样子。哇、哦！看到火就兴奋，不对啊！那这样我怎么上去？推不开这个铁门，太弱了吧！你至少要尾巴让我接吧，是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看到你的尾巴了。在那个的背面是吧？来，我们到对面去。哎呀，我上来了。好，这边居然有个楼梯，我们走这里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跳药，跳药是要要哪里啊？要去摔死跳药，跳哪里？讲清楚啊！该不会是跳这个吧？答案是正确的。然后再跳到这个桶子，这个像木桶的这个上面吧。有了，哎，下来了。要不要爬上去呢？不要，上面没东西，上面写垂降。垂降是吧？应该是跳那里吧？跳。哦，了解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咦、欸？然后呢？意义在哪里？垂降。哦，这是不同地方是吧？原来如此。所以说，这个勾着一个这个也是狗罐头的东西。那我们要把这个狗罐头挂上去，是不是给它咬？才会开门，是这样吗？好吧，我也拿不到那种东西啊，我们只好开门让他进来了。Open，
是开那里的门？哎、欸，不是开这里的门啊！哎、欸，他这个下来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说我可以拿这个吗？也可以哎、欸。哦，好像懂了些什么。这是他最爱吃的东西啊！我们把它搬过去，然后给他挂在那个上面，让他去咬，让他去咬。好吧，就是这么做了，有点远。啊，但是我要慢慢来啊。对。哦。终于知道为什么打不开了。终于知道为什么打不开了。是不是看屁看啊？看什么啦？想吃吗？头伸进来，快点！我觉得他会开两个口，可能是有一个要先让他卡住，一个先让他卡住，然后我们再从另外一边下去，是吧？完了。我怎么感觉好像不妙的样子？这有办法下去吗？对，这里走，这里走，这里，再把它丢下去，再把它接上去就对了。他会不会把？他会不会直接克掉他、啊？居然摔不死，我超强！哎、欸，没有要给你哦，你走开。这是我现在要挂这上面的，挂上符。好抱歉，按错了。挂，挂是在哪一个啦？啊，框框。啊，不对啊，他框，他的确写框框哎、欸，但是，他是用丢的。哦，轻按。好的，他应该会咬他，然后门就会打开了，非常好。咬，碎，走吧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 ，Oh yeah baby， 我过来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滚轮到底干嘛的？让他卡住了是吧？他这边还有一个握的、欸，拖不动，拖不动，把这个推到上面来，放这里卡住。好，试试看吧，虽然不是很懂，推就对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大力的推。啊，这可能是这个的卡损，铁门就会自动打开了，是吧？推下去，然后呢？不懂哎、欸，好吧，反正既然都推过来，就这样子吧。这里我至少这里是过来的，哎，这里有这个，来喂它，来喂它。可是我在想，我这样要怎么喂啊？这样也喂不了啊。重点这样是喂不了的、啊。推下去会怎样？然后呢？立起来了，应该是要推过去，让他那个顶住吧。可是重点是我推不过去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大概知道要怎么做了。
那这个狗罐头待会再吸引它。我们先把这个狗罐头呢，不要放这么近的地方让它看到好了。我们放回原位，这样它才会有心思去看那个它那个拉牵在铁链上面的那个东西。我们先放这里，它应该看不到。好了，它应该开始在抓，应该开始在抓了。快抓快抓！快抓！有了有了有了！等你大力咬啊！有了有了有了！再来再来再来，大力一点！你干嘛、啊？我真的是醉了！可以不要管我吗？快点，咬大力一点，咬大力一点，快点，不要理我，快点去看那个青色的东西，快点，哎，没有错，好，应该等他咬第二次的时候再把它推过去，一次，你看他现在咬都咬小的。那等下咬大力一点，啊，越咬越大力了吗？这是第三次，哦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看，可是要等他那一次上，快点，快点。哇、哦，碎了，大成功！哎呀呀呀呀呀，我超强！来，然后用这铁桶把他引过来。Yeti Wee， 快过来哦！用爬的过来，快点 ！Adio，Adio， 过来 ！Yeti， 放着，他应该看得到。等一下，难道说这一盏灯也要拿下来是吧？这可以无限利用吗？哎、欸，他自己爬过去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了好了，他终于过来了，搞得我好辛苦啊、哦！来，在这里，为了奖赏你，终于过来了，给你吃，三二一。乖 ，good boy。好，那我想一下，我要怎么上去啊、哦？好，就是跳过去没有错。他准备要跳过去了。我们终于要出来，我们终于要出去了。太好了。这样 ，jump。好，他准备跳了。喂！嗯，只要他看到那眼睛会怕吗？两对眼，他会怕。那我就帮你把它关上好了。怎么关上？这关不上哎、欸。这也打不破，哎，也推不过，我超弱小的。这里吗？也不是。上面也没路可以走。过来。他看到那个就会怕。啊，迪索兹怎么了？你怕这个吗？阿弟也他拉古伊吧，阿爷没得嘛，阿希诺库伊斯，伊得奥伊，阿拉基。彩色玻璃石，不知为何好像好害怕。好的，寂寞的害怕是吧？那我要怎么办？各位大大，我该如何是好？还是说那石头可以搬？太大颗了。
有没有可以搬的石头啊？我们把它打破啊！哦，找到了，这个是石头来着是吧？这不是石头啊，这个是盔甲。哎呀，这是士兵的盔甲，应该是可以把它打破吧？来吧，碎吧，碎了！破坏狂是我，怎样？反正没有人知道这是我打破的。这样如何？巨婴的秘密，他过来了，干嘛啦？开心的嘞，没啦，破啦！你的眼睛他看不到，你不害怕了吧？对不对？你可以上去了，来，我们上去吧。哦。又上来了，太棒了！让我爬到你头上啊，等我一下啊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哎、欸，这有上，这可以上去哦。往前走啊，快点！走啊！我们爬上来，既然都爬到这边来，我们爬上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能爬哎、欸！等一下，这居然是边界啊！算了，不管了，自杀。啊，没有，摔不死，走喽！哇，大眼睛！等等，这个大眼睛，看来需要把它打破了。这个眼睛他根本不敢过来吧？对啊，他害怕、啊。打破他可以吗？想太多了。这到底是干嘛的啊？你没有什么开关可以把它关了之类的？我可以推呢。不要让他靠近，我们家的狗就不会害怕了。好的，推下去就对了。再见。啊啊啊！哦 ，Holy shit！ 过来过来过来！哎哎哎哎哎！你阿嬷卡好嘞，差点往生啊！所以说你肯过来了吗？快点！耶丢！过来这个地方，快点！快点！他一动也不动，他已经觉得我是北齐，因为我没办法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梯子坏了。好了，我已经比好了，你赶快下来吧。有了，下来，下来了。Oh my god！ 呜！他完蛋了，他不让我过去啊！快来接我啊！你要怎么办？我要死定了！不是吧？你要跳过来？千万不要这么做，拜托你！我跳啦！救命啊！哎呀！乖狗狗，乖狗狗，非常好，谢谢你，乖狗狗，差点被你勒死了。我们走吧 ，Go Go Go！ 啊，这边又有一个，我们来帮你解决它。我知道你不敢靠近啊，来的，这是可以的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这边还有绳子呢。我有个不祥的预感，把它推下去，可能这边就要崩塌了。哎、欸，我是推错边。哼，对的，我推错边了。推下去。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觉得这里要塌喽，我还是在这里比较安全一点，是不是？接我，快点！快点接我！接我！快咬我！你这个贱人！我没力哦，还有尾巴啊！干！啊，还好你，还好你够机灵啊！林北没有白养你啊！我说，啊，还好我没有白养你啊！我天哪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My god!哇！刺激刺激，刺激来了，刺激来了！不要一直让我闻你的括约肌啊！完了完了，快掉下去，快掉下去了！我们来救他，我们来救他！我们的 Lucky， 我们 Lucky 快不行了，需要我的帮忙。来，该怎么做呢？我可以问一下，刚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吗？刚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好，莫名其妙到这边来了。嗨，你好，你是不是需要帮忙啊？推你下去哦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快掉下去了，救命！不要啊！我刚刚超强的、欸，空中360马赛回旋，超级大回旋哎、欸！好了，来，需要帮忙吗？这是你的，哇，抓到啊，抓到了，好，抓上来，要抓上来了，我上来，我上来，哇哦，哦，终于得救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得救啦，哇 ，good boy。Good boy, good boy. 哦哦哦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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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ood boy, good boy. Good boy, good boy. 好，让我下来，让我下来。不是这样子下来的。